晚上的风很凉的。 原来我在跟空气说话。你还没走啊？是啊，还没走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，请你走开。现在情况可不同了，我是你哥哥，总不能你让我走我就走吧。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把书撕了？ 这不关你的事儿，是不关我的事，不过我是个喜欢管闲事的哥哥。哥哥，不错。我小的时候是希望有个哥哥，能高大英俊，保护我，还能让班里同学嫉妒我。可是自从见到你，我就发现我根本就不需要哥哥，尤其像你这样的。成长的代价往往就是梦想的破灭，想起来。 真的是挺悲哀的。请你不要拿老师的语气跟我讲话。我是在说我自己呀。如果你当初就不想当导游的话，何必要去找工作呢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今天你干了什么吗？你跟踪我，过分！哎，你干嘛？把书粘回去，然后跟我回去。回哪里？培训中心啊。 不可能！这是爸爸的意思，你看着办吧。就是不回去，就不回去，就是不回去。 什么馅儿的呀？猪肉白菜。哎，我也要这个。哎，你先，我给你先。呀呀，电着跳了，怎么办？糟糕，完了，怎么办？对呀，谁呀？谁偷的那么讨厌？完了，好像是李主任的声音。那怎么办呢？给他知道我们要收处分的。赶紧快收！哎，快快快快！谁呀？谁呀？ 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哎，不愣着干嘛？快帮我拿东西啊！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喂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你不知道，那个丁老师啊，到我家家访了，哭着喊着要我回去。啊！我刚才哭成个泪人了。我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。真就回来了。你吹牛的吧？肯定是不要拽回来的。我给我们带什么好吃的啦？在箱子里嘛。哎，对，先吃饺子呀。哎，对，先吃饺子。哎，姐，我这次回来了，我居然好好学习。看见没有？等等等，我把我的宝座都拿来了。哎呀，来，看，够大吧？
猪肉白菜。来，小鹿，谁包的呀？奴，我。来，筷子。哎，说来也奇怪，我在家里面啊，不管多好吃的菜，这筷子都懒得动，就是到宿舍里面跟你们抢着吃。都给你啊。这好吃啊，不如饺子。舒服不如躺着，我躺着吃饺子，嘿，享受。我带着椅子小，好吃。饺子。主任。哇，好啊，你们几个啊，总算是被我给抓住了啊！瞧瞧你们干个好事，刚才电闸就是被你们弄掉的。啊，没有，哪有？没有，不是。还敢抵赖啊？现在是人赃俱获。陈小璐，到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刚回来。刚回来你就违纪啊？我没违纪啊，主任，我这饺子还没吃半个呢。主任不关他的事儿，这饺子是我们煮的。学校有规定，不许用电炉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电炉没收了。
哈，不会吧？这个我刚买的，很贵呢。不但电炉要没收，而且每个人都要罚款啊！走开！哎呦天哪！主任，你这只手变色，韩国烧烤了。是啊。哎，快快去拿葱，快去拿，快拿牙膏，牙膏，牙膏。洋洋，站着吃啊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先抹牙膏，先抹牙膏。哎，不要再搞了！你们为什么老要违纪啊？哎，主任，这就是你们不对了。我们虽然是违纪了，可是这罪恶的根源还是您。嗯，对。你说什么？你违纪根源在我？要不是因为那个食堂的伙食那么差，我们怎么会在这开小灶呢？哈，就是。对啊，那食堂菜也太难吃了，得跟他们说说啦。对。哎呀。食堂嘛，有食堂的困难嘛。再说了，我觉得咱们食堂现在比以前好的很多了嘛。食堂不好，你们就可以违纪吗？你们也太挑剔了吧！食堂的饭不好，你们做就好吃吗？哎，您不行啊，那您尝尝。哎，我尝尝，这个猪肉白菜的。我是不会吃的，我吃的是韭菜馅的。哎，你就尝一尝吧，吃一口。哎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要是韭菜馅的更好吃啊！对了，我有韭菜，等一下。这儿呢？韭菜馅都有啊！啊，我们再煮一碗。哎，好，来来来来来。等一下，你们以为你们几个会把我带到沟里去啊？走吧。没收了。还有啊，那个，韭菜呢？全没收了。哎，主任。干什么？你干脆连醋也拿走吧。醋我有啊。这叫什么事儿？把鱼虾吃了吧，来吃，吃，真是。喂，快跟上了！当个导游这种体力怎么行？拜托，我是学厨师的，我不是学导游的。厨师体力更要好了。我跑不动了，再跑下去我都快成马家军了。我不行了，我休克了。快点把他扶起来。喂，看看你们几个大男人，真没出息。那，你看人家小鹿，小鹿能跟我比吗？那小鹿是男的，我是女。什么？好男不跟女斗了，我。快点。好，停！大家在这休息一下。哎，敢不敢跟我比赛啊？比赛？好，比什么？比赛，看谁先到那个山顶。我要是连你都比不过的话，我就不用混了。少说大话了，这样吧，要是我输了的话，从今以后我就对你言听计从，再也不会跟你捣乱了。要是你输的话，怎么样？没有，就得让我当老大，背我下山。这怎么可能？想得美啊你！绝对不能！是，我们支持你。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任你做老大，加油！还要背你下山？对啊，要为我当牛做马。老大要是不开心的话，你就得逗老大开心；老大要是不爽的话，就随时可以揍你出气。怎么样？不可能。这会不会太过分了？过分？这过分吗？不过分，不过分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，过分，过分。怎么样？不会害怕了吧？好，谁怕谁呀？谁怕谁呀？
什么赢了？那终点都还没到呢。那也是我赢了。好了，别闹了，我看你得去医院。不要。不行，现在我就带你去医院。你瞎指挥什么？我现在是你老大了。那我不管你了。哎呦，我你怎么了？能不能小心点啊？我脚疼。好好，来，我扶你。来来来。不行不行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痛的走不了路了，你背我。什么？我背你？是不是装的？少在我面前演戏啊！哎，你真没人性的，我都瘦成这样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还不赶紧背我，我可是你老大了。什么老大？我可是你哥哥哎。什么哥啊？你简直就是一个假冒伪劣产品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背你就是了。不过我是看在你受伤的份上啊。哎，什么受伤份上？因为就是我赢的份上嘛。你快一点啊。好好好，我怕了你了，你赢了好不好啊？老大，来吧。那还用说，我当然是故意输的了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故意输的。什么故意输的？他可是货真价实，100%输的。哎，我输了。你真的受伤还是假的受伤？怎么情绪还这么高啊？废什么话，快走吧，下下。小鹿好棒哦。是啊。嗯，小鹿你真厉害，这次啊，丁老师气焰完全被你打下去了。对呀，你真为我们出了口气。哎。我是给你们出气了，可是自己差点背过气儿去。好了啦，表扬。怎么啦你？没事儿，头晕，时不时总是犯一下，习惯了。哎，丁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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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。几位姑娘好像很开心嘛？啊，我们小鹿庆祝呢。不过别高兴得太早啊。为什么？明天考旅游地理。啊？不会吧？你们也是一样，闭卷考试90分及格，不及格就要补考，如果补考也不及格的话，可是要除名的。天啊，完了！祝各位好运了。哎，丁老师，哎，丁老师，别走了，连饭都不给我们好吃，这种人。小鹿，你就不要再打哈欠了，你再打哈欠下去，我们都会被影响的。嗯嗯，我不知道，我看了一整天的书，一个字都没背下来。My God， 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也背不下去了，天。能不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，小事小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快走快走啊！不要吵我们，我们在复习功课。要是让李主任抓到了，非处分你不可。是啊，我刚才说李主任早睡着了，我打他门口经过，他这个呼噜啊打得跟雷似的。你背完了？你们把眼睛都给闭起来。为什么？闭起来。干嘛？全闭上。闭上闭上闭上，快闭上！不许看啊，不许偷看啊，闭上啊！哇，跟纹身一样哎！看看，这是长江，这是黄河，这是宁波、上海、北京、乌鲁木齐。哎，这是铁路线。这下面呢都是名词解释：西口风景区、河姆渡文化遗址、千丈岩、妙高台、雪窦寺。
在家您不吃东不往一坐。你神了你。哎，我这可都是标准答案嘛。嗯，就是身材不太标准。哎，你可以去买减肥药了。对呀。哎，这么说来，我们考试的时候可以借你身体用了。啊？要帮助我们啊？这话我怎么听起来有点别扭？你讨厌。哎，这样啊。这考试的时候啊，我能把标准答案抄在纸条上，然后朝小鹿这么一传，你们就抄他的。哎，你怎么对小鹿这么好啊？嗯，你吃醋啊？哼，人家小鹿早有心上人了，你别白惦记。就是，我胆大你谁啊？哎呀，别听他瞎说，反正谁给我们答案，谁就是我们的心上人。嗯。Oh my god！ 现在女孩怎么都那么现实呢？怎么就找不到纯而又纯的感情？哎呦，这可让我这么一个守身如玉、冰清如玉的处男，好伤心，好受伤哦。就你，你得了吧。哎，填空题呢？填哦，对，填空题我给写在这儿啊，在这儿。那还不赶快填上去？就是嘛。啊，对。程小璐，站起来，把腿抬开。哎，老师，我穿裙子。哎，好，那你走出来。你平时都这么走路的吗？把腿抬高一点。这个橡皮是谁的？是我的。你的？这上面根本就不是你的笔记。就是我的。你还挺行侠仗义的吧？啊？张子萌。啊？来来来，起来起来。干什么？我题目没做完呢。瞧你热的，先把外套脱了吧！啊，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叫你脱就脱。等一下，把手举起来，啊，举高一点啊！老师呀，哇，真精彩！这要花你不少功夫吧？一整天了。辛苦你了，没事了，为人民服务。是是，这个是怎么想的？急中生智嘛。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。其实这个方法很多的，它有些还有别的是吧？那要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交卷了。好好，来来来，交卷吧。先生，我走了。好，您慢走啊。哎，等一下。来外套别忘了，免得出去着凉啊！谢谢。哎，慢走啊！好。哎，对啊，丁老师，哎，
我想问你一下，你眼光每次都那么准吗？一次不漏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小东，把考卷交给我。我还没写完呢。不用写了，交给我吧。我不。你这么喜欢这张考卷，好，那你留着吧，回去做纪念。考卷我不要了。哎，丁老师，那你收着吧。你不是很想要吗？你自己留着吧，啊。哎，你别客气，你就收着吧。我真的不要了，自己留着。哎，你就不能看在的面上收下吗？谁？我爸。你爸是谁啊？就是你爸啊。哦，这么说你是承认我是你哥哥了啊？好，我承认。那你在这儿叫我一声哥哥，可以小声一点。在这儿。对，来，哥。太轻了，啊，近一点，再叫一声。哥、爷爷、祖宗，行了吧？行，好，那考卷我要了。哎，你可别撕啊！好，我保证，绝对不撕。你可以走了。谢谢，真不愧是我亲哥。啊！哎，是不是太过分了啊？他敢这么做啊？自己说，自己说怎么办？这事主要是我不好，你尽管批评我。你不好，真不好！我看你们每个人都不好，批评肯定要批评，而且还要给处分，每个人都有。啊？啊什么？不但要处分，每个人的处分通知单还会寄到你们家里。啊？不会吧？太过分了吧？早知如此，又得零蛋又得处分。还不如直接得零蛋，到时候能补考。这下可好，作弊是最要不得的。辅导员，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？好，你们两个先出去。你敢告诉李主任？我这也是公事公办嘛。公事公办，兄妹情谊呢？这种时候什么情谊也没用，谁让你做错了呢？可是我没有作弊呀。谁让你讲义气呢？这种时候讲义气就应该受罚。哼，骗子！说什么？你压根儿就是个骗子，真兄妹才不会像你这样无情无义呢。这更证明了你就是个假的。对，我包庇你就是真的，不包庇你就是假的。反正亲兄妹不会像你这样。小鹿，我这也是为了你好，将来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导游的，就应该把知识学好啊。做导游就要做好导游，当学生也是一样，要混很容易，可是有什么用呢？你倒教训起我来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承认你是我哥哥的。你吃点东西啊？吃不下。干什么呀，整天的愁面苦脸的，你这样下去怎么行呢？算了算了，就算是我错了好吗？你不明白我的感受。我明白。你明白好端端的日子突然冒出个儿子出来，你叫谁能受得了？
小鹿，你怎么也不吃啊？吃不下。你又怎么了？你根本就不明白我的感受。你有什么感受啊？这好端端冒出个哥哥来，谁接受得了啊？你也有意见？我意见大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接受这个儿子的。我是不能接受这个哥哥的。哎，你今天这个鱼做的挺好吃嘛。东东，你说句实话，你接受不接受这个哥哥？嗯，我无所谓啊。你问他干什么？他知道什么？嗯，谁说我不知道了？嗯，不就是二伯年轻时候犯的一个错误吗？这是历史造成的。不要把责任推什么历史，哎，不要玷污历史啊！哎呀，你们不要这么激动嘛。我觉得有一个哥哥没什么不好呀。现在我们家没有一个有出息的，现在倒冒出一个有出息的，我觉得这不正合了你们的意吗？你说谁没出息啊？你才没出息呢！对。我对丁健这个孩子也没什么成见。孩子有什么？孩子多可怜啊，从小就没爸爸。最可恨的是你程东明。行了，这批斗会天天开，夜夜开。你说，你让我忏悔，忏悔到什么时候？放过我呀！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也不原谅。现在我才明白。压根就不老实，话也不能那么说，我还是比较老实的嘛。算我年轻的时候昏了头。你说，你当时有什么？你是个穷小子，你什么都没有啊。像我这种条件，我居然还倒贴给你。结婚的床。你是不是借的？我连我的嫁妆，我都是自己带过来，坐着三轮车嫁到你家里来的。最可恨的，是我这一辈子连结婚照都没有拍过。别哭啊！结婚照咱明天去照，照几张好看的。啊，先别哭。别哭。好，别哭。啊，你们吵吧，我去拿报纸了。行了，咱们吃饭啊，吃饭。哎，姐，你们学校给你寄的信啊？给我。哎，我先看看吧。不行，给我。哎，让我看。给我。哎呀，我看看。哎，你。我先看看，不要那么紧张嘛，姐。处分通知，处分通知，什么？谁啊？嗨。你？你还有胆来啊？我来看我爸啊。我爸不在。我听见他声音了。他忙着呢，没工夫见你。那他忙什么？结婚。啊？今天可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这种丧门星没资格进门啊。咱爸结婚？喂喂，什么咱爸？是我爸。那跟谁结？还能跟谁呀？当然是跟我妈了。好了。没跟我跟你说了，你快走吧。哎，小鹿，哎，小鹿，哎，小鹿，在跟谁说话呢？没谁，要饭的。爸，祝你新婚快乐！丁健，快去开门。不要。哦，丁健，哇！哎，爸。爸，祝您新婚快乐！什么新婚？旧婚，旧婚！小鹿他妈
非要补一个什么结婚照。是是是，上楼。待会儿你可别乱说话啊，哦，别让小鹿他妈不高兴。好，啊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来，你说。买水果的。阿姨你好，你看还买那么多水果，你坐会儿啊。哎，哎，你也来参加我二伯二婶的婚礼了？是啊。哎，他们呀，简直瞎胡闹。怎么不正经？你说呢？他们就是想重温一下过去的时光，我们应该觉得高兴才对呀。哼，我就不结婚。结婚呀，是世界上最无聊的事儿，整天吵个没完没了。你的年纪还太小了，到时候你就不会这么想了。哎，你姐姐今天好像情绪不太好，她考不及格，很气愤。今天啊，骂了我一天了。是吗？哎呀，都说让你放大点，怎么还这么小嘛？起出来就不小了吗？喂，你是不是专业的？哎，我不专业，你专业啊。哎呀，小鹿。你就别在那儿瞎指挥了，啊，听摄影师的啊！哎，摄影师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请，请，请，你请，请。喂，你笑什么？我的相机呢？不见。别，那你赔我一个。想得美，没门，活该。你别闹了，那个相机对我真的很重要，快点还给我了。哎，我玩两天不行啊？你已经玩了很多天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一会儿还给你行了吧？烦死了。哎，说定了啊！摄影师，我们到外面拍拍风景照吧。别了，在家里拍拍就算了，你还不要？结婚当然拍风景照吧。别别别，不去不去，这么值？是不是在敷衍我？不想去啊！啊，去去去去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准备开拍了啊！哎，等等等等，哎呀，爸爸，你看看你这两只手，哎呀，放这一只手，这只手要搂着妈妈，亲热一点嘛，靠近一点，哎，脸往这边歪一点，好，笑啊，看那边。好，笑自然一点嘛。好，可以了，摄影师。好的。一、二、三，笑。摄影师。一。这个。哎。哎，照相馆里都有的。哎呀，爸，你就依了妈拍一张吧啊。二伯，你就拍了吧，赶快拍完，早完事儿，我都快累死了。你那行，装什么蒜呢？你不是想婚，还害什么羞啊？信不信？好，你不爱我，算了。哎不，哎我，回家，回家请，好吧？回家请个拍，好吧？这不好，这人多，这不好，我就要在这拍。哎呦。我说你爸平常老三老四的，今天好不容易给你个机会向我表爱心，你怎么脸皮又变薄了？我去不去？陈东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要是不好好的拍一张 kiss 的照片，我就跟你没完。哎，爸，来来来，过来一下。干嘛？爸，其实阿姨的要求也不过分呢，你要是再不答应，她可真急了。嗯，对呀，可你们知道，我从来没在那么多人面前，我跟你说，在这方面我有心理障碍。那您就当旁边都没人不就好了吗？可是，旁边确实是有那么多人呐。那不然这样，我们都把眼睛闭起来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啊，闭眼睛好了。对，对，我们都闭起来，我们都不看，好吧？您就豁出去一次，好不好？哎，就拍一张了。哎呀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爸啊，快！我们支持你啊。啊，好，我们闭，我们闭。一、二、三，停！又怎么了？有人在偷看。谁呀？谁呀？摄影师。二伯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那爸，不然这样，摄影师傅，麻烦您等一下调好焦距以后，您把手按在快门上，
然后把眼睛遮起来，我喊一二三您就拍，好不好？行，拍棒您可别怪我啊。没关系的，谢谢啊。来，准备了啊，一二三。总算完了，总算完了，走，回家吧。哎，全家福，拍一张全家福好不好？哎，还有一张，一张，好，就一张，最后一张。哎，慢慢慢慢慢慢，哎，丁姐，来来来，咱们拍个大全家福。你说什么？他也是咱们家的嘛。咱爷爷俩拍个小全家福。没干什么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。你找什么？媳妇。哎，你别管了，哎，出去出去出去了。小姐，那是我的，而且我真的有用啊。哎，我玩两天怎么了？这么小气。再说李主任那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。什么账？你向他打我的小报告啊。这怎么能叫小报告呢？得了得了，什么也别说了。趁我妈没生气的时候呢，你就赶紧走。相机我玩两天玩腻了就还给你了，就这样了啊。哎，我拜拜。喂喂喂。